我们现在养成习惯了，坏习惯。什么坏习惯？起心动念。啊，佛给我们讲了，我们听懂了，但是想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啊。他自然起心动念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那么佛有方便教导我们。啊，先不执着，从这里下手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先学不执着。再学不分别，最后再搞不起心不动念，分成三个阶段。那也就是先证阿罗汉果，再证菩萨，最后再成佛。啊，分三个阶段呢。啊，虽然三个阶段分好像是有下手之处了，其实还是很困难。啊，搞几十年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执着没放下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有高度警觉性，执着没放下就是你决定不能离开轮回。啊，你要知道轮回苦啊，轮回苦不堪言。天上人间不究竟的，啊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是遇到经宗，遇到阿弥陀佛，那真叫得救了。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他有他特别殊胜的方便，你看佛有方便，把它分成三个阶级，啊，阿罗汉、菩萨、佛，啊，阿弥陀佛把它分成两段，啊，不用诸佛如来讲的三段，他用两段，第一段到他的道场去。他的道场是极乐世界，啊，到这个地方去，条件很简单，你要用真心，要用真诚心，要用恭敬心。为什么？诚就灵了，就起感应；不诚没有感应，事出世间法都不例外。啊，真诚心。跟他起感应的就啊，恭敬心你就肯真干啊，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真相信有阿弥陀佛，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我真想去，我真愿意去，啊，现在这个世界混乱了，有人问我哪里好，我告诉他极乐世界好。啊，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好啊！你看，有心有愿，往生极乐世界条件。就去做了。第三个，老实念佛，啊，什么都不想，我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，我走路一步一句佛号，啊，行住坐卧，心里头的佛念念相续，不间断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
见到阿弥陀佛，这第一个阶段成就了，圆满了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啊，换句话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成佛的保证，保证你一生成佛。诸佛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们做不到，是真啊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，练不到啊，到极乐世界也提升品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淡薄了啊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执着没那么严重啊，过去很严重，现在一心想极乐世界，对这个执着淡了啊，越淡往生极乐世界品位越高。如果真的把五欲六尘啊、财色名利统统放下了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不再凡生同居土，再方便有余土，大幅度的提升啊，再能够把一切分别，大小乘的分别，啊，无量法门的分别，统统放下，品位更高，生十宝庄严土，啊，跟佛越来越接近啊，啊，是真用功。在人事物里头不要当真，不要有控制，不要有占有啊，不要有我来支配，不要有这个念头，这些全是妄想啊。为什么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就不是真的，你就没有办法占有啊。不说别的了，就说身体，我们能不能占有这个身体，自己以为是占有，等寿命到了死的时候你还能占有吗？不能啊。那到死的时候你才觉悟到，哎呀，原来这个东西占有不得，不是我，你现在就要晓得分分秒秒都不是自己的。为什么？生灭法了，啊，生灭的速度很快，事就在眼前，啊，就在眼前，你看不到，你没有感觉，啊，这是什么回事？我们现在讲频率太高了。所以没看见我们这个眼看错了啊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个现象的生灭，这讲全宇宙都是在
1600兆分之1秒的速度，所生的生灭现象，1600兆分之1秒，是一个生命。这一个生命里头，佛把它分四个阶段：尘住坏空。那么在尘世，1600兆在尘世，不尘世我们也见不到。这个就在眼前呢，没有一法不如是啊。这是科学。这是究竟科学。概念不搞清楚，我们真的不肯放下。搞清楚应该放下，还是放不下，习气。那么这些东西全是幻象，但是不能说它没有，也不能说真有。像做梦一样，梦中境界醒过来之后没有了，不能说梦是没有，也不能说梦真有。整个宇宙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确实像一场梦。这个东西是假的。佛提出一个口号，叫我们借假修真，把假象搞清楚了，真的就明显。假有生命，真不生不明。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，这个我们很难懂。好在现在大家对电视很熟悉，电视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在一起。有没有发现电视的屏幕没有生灭，电视的画面生灭，画面跟屏幕融合在一起，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，不生灭就是生灭。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。我们借这个东西慢慢去体会，你要真认识它，要真明了它，你真搞通了会开悟啊。看电视也能成佛。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。真搞明白搞清楚了，你就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不就成佛了。你在这个里面看到真假不二，性相一如，他看到这个就会看呐。不会看的，那电视表演的，他笑你也笑，他哭你也哭，那叫傻看了。那不是智慧，那是迷惑颠倒。迷在虚幻的假象当中。这就现在六道众生。佛菩萨看不迷。同样都是看，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那么这个相思相续就是相续相，要有这个概念。